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亚一口铃的元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、hey, 小文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经常玩的自然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秘密邻居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文观看我们的视频员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和推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了，这次跟咱们一起玩的分别有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为什么他们名字看不到呀？好像我也看不到呀。看一下，分别是那个柯梦同学、白峰同学、李小抽同学，还有这个星星同学。嗯、你们怎么好了吗？怎么好了？咱们就直接开始了。来、嗯，待会游戏开始的时候会随机抽取一名玩家变成那个邻居，所以小心一点哟。这边还有草。还有什么喜欢打篮球的那个什么蔡徐坤，我的天，哎哎，什么情况？被自动传送过去了，应该是挑选邻居了。谁是谁是谁？ 这里还有黑人抬棺的，要是被抓住的话就会被那个黑人抬棺给抬走，包括这边还有那个什么传说之下里面的怪物，我们需要在房子里面找到钥匙吧，应该是。我不是邻居，到底谁是邻居啊？先到处看看，小心点哦。哥哥，这箱子可以拿起来的，哥哥。找到一个钥匙了，箱子可以拿起来的，怎么拿？对啊，地上的这些箱子，右键，白色，什么？对，是白色吧？我这里有个白色吧，铁栅栏。哎，不要打我！啊！不会是你是邻居吧？啊！我们拿到钥匙了！我来了，小可爱们！你是邻居是吗，哥哥？就问你们，我隐藏的深不深？你要坏坏哦哦哦哦哦！他们的钥匙掉在地上了，你们要就过来捡。嗯，看到我还不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呦，就在我面前这样晃悠的跑出去，毫无游戏体验。妹妹，你在哪呢？妹，我不在，你不可以打我，哥哥，你不要打我，你不。妹，我来找你啦！我来找，哎，哎，啥情况？你死了？我怎么？什么情况？我被打，我被打了一下，然后我这里到哪里来了？不知道。死的地方还有一把钥匙，他死在哪啊？嗨。Hello， 小可爱，我来了，赶紧跑呀，你们！等一下，变回手电筒救人，好，变回，再来变。哟呵，你还拿箱子砸我是吧？我的天，你可以把我砸倒下的。对呀、啊，快走快走，还能这样玩呢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说那个箱子可以捡的，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吗？你直接把我砸晕了，我赔钱。不赔，没钱。哎，哎，哎，为什么我这个场景在来回切换？瓦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正常的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我有时候也会来回切换场景。这是在三楼吧？出去的门呢？我在这。这钥匙干嘛啊，哥哥？啊，哎，啊、过分了，过分了！我出门就把我砸倒。现在是我毫无游戏体验了，好吧？我这边还有四个箱子，过分了。那箱子，而且砸到地上，我还可以再捡回来的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得往前走。哎，我还有，要变回去。好 ，OK。哎，客厅有钥匙。哎，啥情况？我怎么感觉我又要被你们砸晕了？已经打开了两把锁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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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要知道我的秘密了。
三把锁。等一下，我用个传送卷走看。总共有五把锁吧，好像我记得。对，打开三把锁了。不能被你们发现我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小车车，又一个箱子。小可爱你好，呀，啊！叫你去打的，那可是我的队友。我没打中，然后被我一下子砸晕了，过分了！你们这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呀。是的，我好不容易出去，过分！你们这些人，吼吼！快走，不给你们砸。先别跟你逃。还想砸我，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，赶紧跑。我怎么感觉像是你们在砸你们。你小心点，我来打你。啊没打中。过分了你们。哎呦啊啊箱子箱子那个箱子。哎，门开了，走走走。那个箱子替你挡了一截，还有一个钥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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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是吧？身为邻居老王的我，真的是被你们这样欺负。还有铁锅，恕可忍，婶婶不可忍。完了，我的铁锅也能砸的。我这又出现问题了，又来回切换了。啊，是。秋冬。抽抖啊！没打中，我的打字，我的打字，好气哦！你的手残，你别啊、哎！又没打中，什么情况？因为有那个箱子挡着了，我要把你打中了，哎、我铁锅把你打晕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还有一个钥匙，我们就可以逃出去了。我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你们逃出去吧，我不玩了。我们还要差一个钥匙呢。过分，被你们打一下我就要晕的，我体质有这么差吗？你体质是好差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哎，这什么？这还挡得住？好，只剩下你们两个了。你在哪呢，小可爱？哎，想知道我的秘密？呵，哎，哎呦，我关门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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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，我在这呢。嘿，哎呦，哎哎，我躲，哎我躲，哎啊！你这个技术真的可以嘞啊！我的天！哎，我这又来回切换了，完了，要会被你哎，不带你这样的手指这里。哎，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什么手在那里？我这来回切换了又来回切换了。还差一个钥匙，还真有暗道。对，还差一个钥匙，我们还差一个钥匙，怎么找都找不着了，怎么办？哇啊！没打中！啊、我裂开了好吗？我最后变成我们两个的争夺之战，到底花落谁家？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还差一个钥匙，找不着了，谁把钥匙给吞了？好，我不说话了，我开始认真了，我告诉你，后果很严重的。你要带着他们五个的一直逃回去。哎呦哎呦，对啊，嗯，嗨哈喽，好巧呀，啊，哪在哟？哎哎哎哎哎啊啊哈哈哈哈
啊，箱子不是一次性的。不是，我有好多个箱子，我背包里面有十来个箱子。啊，行吧。哎，这里有个蔡徐坤打篮球，看一下。还有一个钥匙到底哪去了？What？ 嗯？怎么了，哥哥？找到最后一个钥匙了，我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啊，我进不去了。哥，你还好吗？完了，要被你知道我的秘密了。你的什么秘密？你是不是进去了？哎，哇，跳，我跳，我跳，哎，跳，啊，没打中，啊，西马，你好蠢啊！好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我不玩了。啊，我走了，我逃出去了。不玩了。我逃出去了吗？没有信心，没有结束，我等一下就去找你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这个怎么回事？我怎么逃出去了？我还在这。哎，我捡到星星了。好气哦。哎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接下来该说了啥？哦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